以见世神光亮为首的灵隐众神对道济侯商是恨之入骨，说他是害群之马，准备放火烧楼，宁愿牺牲俘虏，少死活着。哪晓得道济侯商没有烧得死，一座带背楼被烧得地塌平阳。见世神光亮一计不成，又生暗计，说道济侯商自己一烧在带背楼上呼作不小心将带背楼烧毁，拉他去见老和尚圆孔长老。见世神光亮想了长子最好不顾啊，将道济侯商是这回一步走出山门。哎，老和尚啊，你看我这个长子可难用。光亮，哎，老和尚有话说个。闲中了，哦，闲中了。不过一座代笔楼被火焚烧，这个罪孽大了。我把他这回又不捉住山门，啊，这个是再轻不过了。道济，师傅啊，你看怎样？师傅啊，他们追到我追少，我一张嘴说不过他们十几张嘴，连我自己都不晓得，这个火从哪块来的？我实在是冤枉。哎，你们都来中南都铁过娘，大家都晓得的，只有他缩在电笔楼上啊、哦，不必争吵诉水，在欧看，哎，这座电笔楼只有道济缩在上边，道济没有过也有过，在欧看来最好不过，让他外出化缘，哪一天把代笔楼建造成功，哪一天无罪，命他做功德赎回罪孽。啊啊，好好的，就是刚才我说大概路边哎，就是贫户小老板哎，我是大公司的说话不得用哎。哦，化缘，把楼建成功了，他就不得罪孽了。哼，就跟说了完差不多。这座代笔楼今还在代价不小啊。化到哪一年啊？把道济的骨头化成灰，都建不起来。白天呢，就是刚才嘞，道济啊。嗯，光亮师兄，你看师傅说过嘞，就是刚才嘞，你出给花给嘞，给花给嘞，啊，就是刚才我花也，嗯，不过话都说的，你光亮说好的，要多少钱，要多少银两建这座代笔楼？光亮听听，心里都好笑。可如果是道济侯商有个点呢、啊、师傅的话音听不出来吗？明显的是皮厚于你，你就这么闷住头画，画得成功画不成功，画画落走了不得拉过你，他居然还跟我要数字。嗯，那我来啥，我把数字吓得嘟嘟叫他画不出来，画不出来我在想方法来惩治他。道济啊，你要一个数字，嗯，不得数字加画法个，这个有了数字把你呀、啊，你如果画不着画不多，加边呢？假如说画不着画不多，我道济就依你的话，再回一步。走出山门，非让我苗子被夹出来拉倒。当真？跟你狗还在？别！跟小老李差不多，还狗还在？
来来来来，讲着啊，我来把账算下子，再做单笔了。你乖乖代价不还呢，不费呢，大概少了不得再少，特少特少，要200,000。文银多少啊？这个啊，200,000哎，200,000啊！你几天要啊？光亮格外开心啊！你要去呀？哎，不得去呀就行了嘛。来啊，多了去呀，你拿不出来，喊了句话，再回一步，走出山门。我大姨说话顺手，好的，赶快把时间啊，好的，把时间，哎，200,000，这笔银两数字不小，就别多哦。身为灵隐寺监事人，凭我这个身份，凭我的服装，凭我的这个样子，走出去。要化作200,000，特色要40年，化远哎，哎，人啊，随缘拉住哎，听人家把路说，把一文你不能先说，把10两你也不会先懂，就东家要一点，西家要一点，这刚抽起了200,000的文银，我光亮不要花40年嘛。让我来把时间，时间也不能过多，过多了呢，实在有情不能说不过去，过长我等不及，就是讲的最好不过，我把它2年的时间，这个2年当中我们认倒霉，再受他一番活罪。2年后他肯定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就再回一步走出山门。对，就是刚的。多少时间？这个，我把你，两年，多长时间？两年。你光亮都不大人心说得出口，2年呢？你什么话说？长楼啊，寻常啊！哎，来来，道歉，我们不是捞了碗的啊，200,000呢？200,000一百多，一呱呱还百多？你怕你不说啰嗦，存的哪个你还讲，藏的哪个你还讲？啊，这个。李先长，长了，刘朝华姐，啊哈，1年，还长，5年，长了，3个月，长了，1个月，长了，半个月，长了，10天，长了，5天，长了，1天。师傅啊，你忘记的，他就是个高门的工人啊，一天花上200,000的，你给花给他。老和尚啊，你看到的啊，我上来把他撵你，他这个藏了藏了藏了，我这好把他一天呢，把点不点到家干花，你说孩子要多长时间？一回来都不是他花园了，变成我花园，跟他要钱了，啊，我说。哎，你说这个2年嫌长，1天嫌短，我们两个不长不短，多长时间？20天，此话当真，绝不善言。20天拿不出。下回一步走出山门。好的，你就这样的。当其时在方丈10天定了。
到期20天，要化作20万两纹银建造代北楼。化天过了，化天过以后，大概道济和尚就跟忙了烧起来差不多，肯定一天到晚跑东走西，挨家挨户说好话，跟人家磕头要钱，大概要把山门的门槛要踢了一塌。哪是的？道济一听到不是亏，一听到快活着他呢，没得事，就朝那个月台那个蒲台上一坐，一手烧酒壶，一手勾推着，就喝酒吃肉。八环八环真八环，勾肉要算养老财，九阳金山六阳庙，哪有闲钱把香烧？诸位都是西方客，唯独处处向东游啊！时间过去了很快，转眼间限期已到，今天定到20天。光亮正好在月台上经过，你是道济嘛，又不得钱，也没出给化缘，你就不要跟这个光亮啰嗦嘞。他这张嘴闲不住，望见光亮过来了。喂，光亮师兄，道济啊，什么事？来，让块狗肉算下子，别喊了，别喊了啊！这是新的换的东西，我碰都不能碰。哎喂，闻一我头就昏了。我告诉你哈子，我从小就吃这，我是田里树，我跟妈妈都吃这。你还别跟我落，哎喂，稍微落块钱啊子，我去呢。别落，脸上，嘴都说住啊，手就来捅光亮。光亮这一想，哎呀，我倒把这件事完了忘记掉了，竟然限期到嘞，20天嘞，他要拿20万出来嘞，拿不出20万就请他滚蛋。大家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不晓得，满足头骨啊，过天少天，随他什么日子。啊，不可你真的假的？就是啊，你忘记他了？什么事？你说是啊，我记性不大哦。今个限期到了。什么限期啊？不好了，20天前在你个师傅房上里头填好了的，20天以后拿20万纹银，拿不出来，再会一步走出山门。大好，光亮师兄啊，我完了忘记的了，我不得，没得个，没得去见老和尚，没得可用时候啊，这可用两天，你的血头大了，长路急换流，这可把你放到回头就做不到你了，就这个个去。别偷，老一偷了是他，你赔不起。一呱呱，你好我还来还家，这，别偷，是丢下来。你恨的哪个？哪个找到时间了？今个不是20天了吗？好出狗把死人，那天把话讲定了，是张无师，这可没到张无师呢，查死人。拿大钱到张无师告诉我。很呢，是的，他偶出死人拿不到他的钱。好的，你这个脱神机啊，我意外竟个不得事，我这个看着点看还有个死人，你这个20万就拿我编出来，你走嘞。大家，我好在不得事啊，这个陪陪你一呱呱看着我，都听不到，听不到，我陪你。好啊，你陪我上，陪我上。那就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见
山门口看山门的小沙弥急匆匆过来了，跑得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就在中间叹气：官娘，是啊，好事。喂，那有人到了。啊，什么人？人就是个人，你讲清楚，多少人？好，有多少人？哎，全部跟头二部没得，二先生，二先生，他的都有，头二部，头二部，希望俺的大概是个二先生，混账，是啥？小孩子说话嘻嘻。二三步就是二三步，怎么有头二色？这个关亮，你听我说，我正在山门口晒太阳，滚滚正望见四面八方拥拥的人到了，我远远的一望，滚滚有二三步，到了跟前一望，这个二先生，哦。这是英豪，远望二先生，近望二先生。那兄弟，帮人跟你一望啊，来的是四周啊，大概有二三十个，一个人再带八九个、七八个随从，所以兵起来呢，就像从来不够，所以希望他们呢，这个。二千十个，哦，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乖乖，临潼的一个胖虎老头子，那个虎的铲呢，一直盯着肚脐眼的。还有的人都是高精阔发，全是大老公、大老板。怎样？他们站下来，内动那个胖虎老头子，笑嘻嘻的过来了，说的，小师傅，嘿嘿，光亮师傅啊，他还喊我小师傅呢，我连忙就说，不客气，你为师重，讲的不错，慢点从来，我就说了，你为师重。进来，光临小庙，又好贵点。那个胖虎老头子就问我了，说你庙长活佛可在否？活佛，他来找活佛。哦，我就说了，活佛干。你别喊人啊，我们庙头的佛都是念里木雕的佛，要活的还把我喊人扭疼呢，我们庙头没大活佛。那个老头子一听就说了，这位老丑什么老丑和大叔不是的，这位老兄，这位老兄，我的来者怕的是心地不诚，偶然见到活佛，活佛不在庙中，我们到其他寺院布施去吧。请一个个掉念就走。哎呀，来人，王良师傅，是啥？拿香鞭子伺候。哎呦，你又拿香鞭子打我了。光亮师傅，我晓得你经常跟我们说，但凡有人来烧香拜佛，
想尽天法，要把他们拖住、捞住，骗到庙头来，把他们口袋的钱拿来骗出来。假如放走一个失主，相面的暗杀，要把他们全放跑，都不被你打死了吗？打死了活该。还问王亮叔，你听我说啥？我晓得你管着我，我怕呢，我连忙跑上去，我连忙就说：“那位施主，请留步。”后来又怎样？我就说了：“那位施主，你们找活法，活法我不晓得是哪一个，你可能把活法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带你进去找。”我这话说得可错不错？讲的不错，哎呀，还不错呢，都出了外国对了。我说的话是不错，你也还不错，他认为错他了。那时候那个胖虎老头子本来跟我笑嘻嘻，喊我小师傅，喷眼泪，眼睛一翻，手一指，说小套驴，哎呀，刚才小师傅这个变成小套驴了，说的，他说的。你颠大事不孝，竟敢这后活法范围套阳寿一击双花十二年，快快让你到呱呱活法的名字把人说说哈子，就套阳寿一击双花十二年。后来怎样？我怕呢，我家都把他们放了跑他，你要把我打死了，你们都是死，不如让我再混两年。我就跟他们商量，我说那位师兄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小你不知，这样的话你们说出来，托手呢不托你们的手，带我来的你们带他托我的手，好不好？你做得很对，他们说了没有？说呢？活法是哪一个活法？这个都有一个哪一个那个这个那刚才有一个你讲都有一个呢，都有一个你应侯不讲，反正活法是一个哎，来想鞭子伺候孩子。王亮师傅，你不讲理，我不说，我头就这么说，你打死我都不说啊！你应侯不讲。王亮师傅，你是晓得的，我今年30岁，我养儿来以后，我把妈妈留请那个黑心人说明，说我这人活到36岁，正因为我长不大，我跟妈妈才把我送到庙头来住户上的。你们的呀，我是个刚才跑到外头问人家这活法叫什么名字，人家一说都玩得几样手了，我怕你都不得过了，你叫我这样说，我坚决就要死了，要那个偷样手呢，不能说，我不说，打死我都不说。光亮听听，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！他还得不敢说，活法的名字一说要套阳寿一击，来，这样，你讲给我听，我来套寿，我替你套。好呢，张占双我就说了啊，们交口交老了啊，套你的不套我的啊，你说说，我就说了，你讲，啊。嘿，老宽在哪里？好嘞，老宽，光亮掉脸一望，旁边那个不得人啊，除了道济就是我，还有你。如果说是道济是活法，活天下之大吉，他还活法呢，要么活贼，他怎么偷东西的？究竟是哪一个办好了？还要说那款道具？嘿嘿，光亮师傅，3年偷的了，你说话3年？哈，道具又是啥？20万偷了啊？哎，你不能这样说了。哎，
光亮顶顶，又好气又好笑。他说庙中的个活子，居然外头人尽量的称他为活佛。外头施主不说呢，来了二三十个大施主，每人都是高进阔佛，八几千呢不得说。如果把这种活佛推出去，不把人家还来留他们，最好不过啊，让欧来前去迎接，把他们骗进来，用好话说了把他们听，搞帽子把他们戴，花盆子把他们顶，戴得他们头昏昏地瞎瞎，就把他们那个口袋的钱拿着顶出来了。那欧来随欧来俺就是来，两个人一脚头奔山门口，顶到山门口，光亮这一望，再来过来，一个个高进阔佛，心地虔诚，毕恭毕敬，耳目朴素，随手拉剑。光亮这个人啊，迎风很好，表面上看上去很客气，一阵呼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那位施主，光临小庙，有失远迎，沈光亮在此。有力量，阿弥陀佛。光亮面客气，来客笑嘻嘻，打招呼敬礼。哪晓得这些二三十个大施主，特别是领头的这个白胡老头子，眼睛一睁，望住光亮，眼一翻，手一抬，掏，点大顶，掏驴。竟敢冒充活佛迎接欧登，托阳寿一击，烧火十二年，把他命了。光亮听了，我已经把他的责过了，再跪一托，再跪一托，我还要托把个阳寿托光了呢。啊，你为师祖点大先帝，啊，大哥。欧丹心地不虔诚，偶然见到活佛，大概活佛不在。